带君子图啊，带阳明山啊。我对阳明山本来不熟，后来就带到很熟很熟就对了哈。那各位看一下右手边，哇，漂亮哈！来看右手边呢，就是利乌溪啊，利乌溪的某上面巨地方，那某上面巨跟那棒牛啊呢，真的就是没什么水啊，多可怜啊！我跟你讲，中上游有水坝了，有水库了，发电应该是发电，他把它接水出来发电。这边就一个水坝了嘛。哇，这个水就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看这个水如果放下去的话，曾经高中就考了一题很无聊的题目。我所谓的无聊，就是学生觉得这题目也在考，就那个水啊，水坝水放下去，它的高度差是多少？请问水落到地下的墨数度是多少？你看真无聊，考墨数度是多少？那个要抓公式出来了。好、哦，你看都很漂亮哈、哦，因为没有污染。这大自然呢、啊，切割出来的太鲁阁峡谷，其实这边我都可以把它认成峡谷地形了。好、哦，太鲁阁峡谷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现在算一下，现在是12点，我们4点，所以有四个钟头，让你们这样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了哈、啊。